关注，我们的心灵就不会安宁。现在求他的圣子耶稣将永远的安息赐给这所有的神父、修女、圣女们，也使我们日后与他们在天乡相聚。主耶稣，你是生命与复活，你在死后第三天从死者中复生，获得了战胜死亡的光荣，求你恩赐路加。